自从黑人陈建州和范范范玮琪的双胞胎儿子飞翔兄弟出生后，外界对两兄弟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好奇和关注。好在两兄弟有个炫娃狂魔的爸爸陈建州，网友和粉丝们也不怕看不到兄弟俩的成长瞬间。最近身为干妈的女星小 S 抽空探望两兄弟，更是不忘与两兄弟亲密接触。昨天傍晚，小 S 在微博中晒出自己怀抱着哥哥菲菲的照片，只见小 S 穿着黑色 T 恤和热裤，露出性感事业线和美腿，而怀抱中的菲菲则安静熟睡。在晒出照片后，小 S 忍不住调侃称，拍摄者你居心叵测，直指黑人故意拍摄她的身材。对此黑人随即回应称，哈哈哈，我觉得菲菲才害羞到在装睡吧。菲菲心里在想，天哪，干妈也太辣了吧。没多久后，飞翔兄弟的妈妈范玮琪也转发小 S 的微博，并调侃称，干妈很聪明嘛，菲菲不敢直视，干妈身材太好，直接睡了。 yes 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